世尊在大乘教里常给我们讲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为什么？整个宇宙这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根本就没有定法，所以佛度化众生也没有定法。变化从哪里来的呢？什么人来主持这个变化呢？大乘教里面佛常讲，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不讲得很清楚吗？为什么会这么变化？心能现能生，所现所生这些法，它只会产生变化，那是识起的作用。识是什么呢？识是分别，是执着。那你就想想，不要想别人，想自己。我们的分别无量无边，我们的执着也是无量无边。所生的一切法，它不是定法，它是刹那生灭的。所以刹那随着众生的念头，它起产生变化。即使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应化在六道里面，正如《楞严经》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所以佛也没有定法可说，随着一切众生的变化，佛真的叫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随顺里面有不变，随顺是变的。我们凡夫麻烦的就是，随着众生变，随缘随变，这就苦。佛菩萨高明的地方，这随缘不变，这人家成，人家高明。什么缘都能随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能随。不变是什么？不变他用真心。什么是真心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个不变。永恒不变。这个十个字就是经教常讲的大菩提心。在四圣法界用的是这个心。在人天、在三途、在地狱，它还是用的这个心。一真庄严天天在变化，刹那在变化，菩提心不变。凡夫不行，凡夫随便随着变。怎么随着变？随着外面境界其情无欲贪嗔痴慢，这就变了。要知道，随缘随变是造业。随缘不变，它不造业。佛经上勉强称它做净业。
啊，其实如果说是造净业，还是对十法界的四圣法界，那才叫净业。啊，十报图里面呢，痕迹都没有啊，染净都没有了，那才是自信的起用。没有一样不称心的，这是如来的果地。啊，我们要学佛得学这个本事。啊，这个本事在还原观里面，就是头面前面第一句啊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那个妙用就是永恒不变。啊，不着相。不但不着相，确实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可以说是自信的起用。啊，自信空有两边都说不上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对，只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，说不出的，言语道断了，真妙啊！啊，在起作用的时候，威仪有责，也就是。完全随顺众生，在随顺里面起作用，起最恰当的作用，最殊胜的作用，啊，最完美的作用，也不是没有定法。啊，众生自私自利，它起的作用是大公无私。啊，跟你相反的。啊，众生心行，念念执着贪嗔痴，它起的作用给你实现的。啊，念念都遵守戒定慧。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众生回头啊，啊，回到哪里？回归自信，回到性德，那就是唯一有责啊，啊，它有原则的，这个原则的标准不一定。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，这些变化了。啊，它有个不变的原则，是绝对是利益众生的，决定是引导众生回头是岸的，这个不变。啊，方法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这个净宗念佛也是一个法门。啊，佛菩萨的态度永远是如何之止，所以他在一切众生面前都能够得大家的欢喜心。你善人喜欢他，恶人也喜欢他，都不讨厌他。啊，这很了不起啊。人天欢喜他了，恶鬼出生地狱也欢喜他。
这做人做得真圆满了。啊，这应该学习如何柔是温柔啊，和是和谐啊。虽然温柔和谐，他不感情用事，他知止。啊，充满了智慧，一点都不糊涂啊。啊，幕后一句了不起，待众生苦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所实现的一生。啊，真的一切都放下了。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空过。这带众生苦啊！49年如一日啊！我们展开历史。千万年来，这样一个老师到哪去找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啊，师尊希望世世代代的学生都向他学习。啊，他做出榜样来。向他学习的人才是真正的弟子。啊，他是佛弟子的楷模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教育者必先教育自己。啊，自己没有学好，怎么能教别人？这是真理。啊，我们发心学佛，尤其是发心出家，弘法护法。你不学佛怎么行呢？学佛这两个字，学释迦牟尼佛。那叫真学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搞名闻利养。连名闻利养的念头都没有。啊，就是教育众生，众生种类不齐啊！程度高下不等啊！在这个世界，经营的事业又不相同。啊，什么样的难题？你找到老师，老师都能帮助你解决。真的显示出大智慧、大学问。
不但解决我们当前生活上一点难题，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回归自信，成就圆满的佛果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教学的终极目标。